哎，帅哥美女，可以采访吗？我们刚刚在采访你。采访。I love everything. Fire spreading all around my room. My world's so bright, it's hard to breathe, but that's alright. What up, sport? This is Pan Pa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oday I'm in Chengdu, the famous street, Chunxi Street. So today I'm here. I'm gonna be asking Chinese what they think about blacks. And so you're gonna get this answer. I know you guys been waiting for this for a long time. So if you're new to this channel, be sure to subscribe. Click on that bell for notification on my next video. And let's go and let's check out some beautiful girls. Take my eyes open to force reality. 就是感觉他们很有天赋，对于 rap 还有就是跳舞这方面音乐的方面的天赋，我感觉很厉害。黑人最主要是他的牙挺白的，真的，因为这特别出名一个黑人牙膏嘛。哎，你呢？我也觉得他们的牙挺白的，都一样的。一样 ，OK。马丁路德金嘛，不是演讲很厉害嘛？然后那会儿，上英语课的时候，然后就是讲他，我觉得他是一个伟人。没有接触过黑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你呢？一样的，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就黑嘛。就黑有什么？就是第一个印象，你看到他就是给你什么印象？就是黑呀，除了黑还是黑。黑人给我什么印象？黑人给我的印象就挺黑的，很黑，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有一些黑人，我觉得他们来有就是交流学术的，然后有来就是音乐这方面的就是交流，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想到这儿找个工作什么的吧。应该是中国近几年发展吧，就是特别特别大，就是来参观中国吧，应该是，或者想了解一下中国一些古代的文化历史啊，然后就这些。通常啊，都没有。有一些的话，可能是文化方面比较对中国比较感兴趣吧。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合作啊，就是工作方面的，或者是学校的那种交流。我觉得中国最近这些年发展的也挺好的，然后他们可能也是觉得这边对他们的生活啊、学工作啊以后的发展比较有前途，所以他们来中国。很多都是因为过来留学吧。不是还有偷渡的吗？知道。偷窃我们不黑吧？黑人来中国的原因有很多呀，可能是学习，或者是工作的问题，或者是旅游都可以。就是以前我同学他们被勾搭过，然后就被黑人勾搭过，然后当时好像是我们在集训的时候，住我们楼上有一个黑人的男孩，然后他就是说话特别直接，然后就直接就搂着我朋友了，然后我朋友就懵了，就说啊什么情况，就这么直接的吗？然后就那一次我觉得好像对黑人的印象就感觉有点吓人，就突然一个脸就凑过来那种，有点吓人。对，没有吧，没有，我觉得都可以。之前觉得就是像艾滋病这方面的，没有，暂时没有。没有啊，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没有。对。不好的印象的话，就是有些黑人，就我看到过报道，就是
比较骗那些女大学生跟他们谈恋爱，然后让他们给他贩运毒品啊、假货之类的。Alright, Explor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my video until the end. I hope you enjoyed it. If you do, hit that like button. I really appreciate it. Comment and share as well. If you're new to this channel, be sure to subscribe as I have video updated weekly. Until next time, 再见.